我叫栾桑烟，我去非洲游览了。我和妈妈一起游览了非洲。我11岁的时候，跟妈妈去了非洲。我们先坐飞机去坦桑尼亚，再坐旅游巴士去达雷斯萨拉姆，然后坐小舟去一个小岛看到乌龟，我们也看到了塞伦盖蒂无柱头。非洲到处都是很美丽的动物和风景，我在奇力马扎罗山基地享受了看看银河系无数明亮的星星和2颗卫星。那时我以前从来没看过银河系或者卫星。我们游览了坦桑尼亚，以后也游览了肯尼亚的城市，因为我妈妈忘了带她的护照，我们待了一个星期。我们回美国以前在日本待了一天，哈哈。